各位好，我是 Pastor Daniel。作為一個牧者，要參與紅絲嗰嘅課程同埋訓練，係一個好新嘅經驗對我。我分兩方面講，第一方面係神學方面。佢俾我好多嘅神學上嘅反思同埋去諗，究竟嗰啲嘅題目對一個信徒有啲咩幫助？所以呢個部分咧係非常之精彩，我覺得 Tony Kim 教得好好，簡潔有力而且清晰。另一方面，我諗好緊要咧就係佢帶俾我有好多反思之後嗰個行動嘅不一樣，即係話喺我嘅牧養上係好唔同。所以咧要點樣幫到一個信徒？佢裏邊原來係包含咗佢嘅身份好重要嘅部分。所以呢方面咧嚟緊我嘅牧養就會有一個新嘅改觀同埋改變。咁所以呢部分都係俾我有一個好大好大嘅幫助，所以好鼓勵大家你嚟參加紅絲學院，尤其是你係唔係一個牧者都好，你都應該嚟參加紅絲學院，相信會俾你好多好多不同嘅思考同埋幫助，祝福你哋。